现在才知道刚刚怎么回事，我们这位小姐的小朋友，她的孩子走丢了，是吗？她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哇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现场有一位小朋友走丢了，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。啊，已经找到了，非常好，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叮当。我们继续。我刚刚有吓到，是我以为边上有居民抗议，所以我刚刚我一阵被惊吓。谢谢大家，抱歉，不好意思。我希望今天现场的大家都可以能够平安，然后身边的重要的东西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不要走丢。